这是咱结婚以后大个厝应该就是这款的，你看呐，你敢有介意？我有介意，这就是我梦想的厝。也毋过，你敢袂嫌伤大？袂啊，真的会伤大，安尼毋才会当六六大顺啊。你跟我第三个空洞，你敢真正愿意有我生两个囝？就跟你讲六六大顺啊嘛！啊，不过先讲好哦，六个已经真棒啊，明年更加多哦。明年真好啊！你若是无这么好，凡事我得当去好好做决定啊。嘿哟，哪会这爱哭啦？以后若是有囡仔看到，一定会笑你是水龙头的。我真唔惊啦。你还袂跟我讲啊？第三个要控到。我感觉。第三个会想到我，就爱哭的。是我家己的边仔讲。阮家是大公上好的日子哦，伫咧一个月哦。到时阵阿公会找时间去甲阿姨阿个阿姊讲。我一个讲倒转来，咱到即马连婚纱拢还袂去试穿呢。你是不是嫌我伤吵？这头过去把我的嘴抬起来了。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哪当这么好运去拄到你？对啊，你拄才讲有代志要跟我讲，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唔知要哪做，嘛唔知影当时。在去针灸都无，我完全拢不会清楚。非得是何时等等啊？原说我得当安尼，搁一同继续走落去。我一世人，就干那要弟弟尔。回去啊，秋俊，你哪会反应这么大啦？凡事是我多好提着要动要动的啊。不是，不是安尼。这是新平在警告我。秋俊，你哪会行到安尼啊？这就一条红线尔。好啦。无，我去换一条新的，先出门看卖，先做安尼，啊？
在上，地主将军知影家己想带天兵来坐台车，应该做的，我绝对会去做，甚至愿意放弃一切，只求会当甲子通孤孤单单。元老，你若是愿意成全，就算爱我替你去前搁较大间的庙，我拢会做到到。拜托元老，赐我一个成败。元老，你唔通甲我笑啦！地主是做诚心在求你成全，拜托的，赐我一个成败就好，一个就好。一个背包搁扣安尼，你到底是在求啥啦？我什么拢无求，我只求元老成全，会当予咱两个孤孤单单。不过伊拢无爱我上背，可能要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起来啦！美英啊！我一定要救你成本，元老，给我一摆机会。我来啦！既然你救的是咱两个人幸福，那恁我嘛有责任吗？我来啦！嗯。元老在上。新路林子通前路一红就坎坷嘞，一直到拄到中军了哦，就知影啥物叫做真爱。虽然这一路上的灾厄不断，啊，不过我还是打拼行过来啊。未来的路，反正还阁有足侪灾厄在等我，啊，不过我赶快做伙面对，求把路，互阮希望，互阮信心。不管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都会当让阮做伙牵手到老。是新妇耶！你看。这里，哎，哎，乱撞吧！这个地动真有够大个呢，你有惊着无？你着讲有你伫个啊，我哪会惊？啊！哪个变笑杯啊？啊，拄则是神杯！你袂记你拄则有地动哦？你看。这物件拢那个乱七八糟，反正是拄只去卡到的啊，这也无什么好奇怪啊。
经过遐侪年，有出现种大走的乌蛇，总算是出现啦。我都不信你能封印这世人。我等这个机会，把钱都转来。永恒不是全伟兵啊！娘娘，宗俊，你啥闹啦？都为在补送快是不？啊，拄啊地动，啊你唔知有安怎？我无代志啦，多谢你关心。好佳哉，啊无啊，我拄啊看外口石敢拢倒去，我想讲啊，内底庙内唔知怎状况。那石敢拢倒去，敢真是？九江东一般来讲，唔是拢足在诶，哪会倒去啊？是啊，上难办呢。有滴个地动有够大，我看我来内底四界顺顺看看。所以，我头头看到唔是幻影，是真正发生的代志。一开始，双手莫名其妙断去，然后求袂着飞。后来真无简单求着神杯啊，搁拄着地动，根本这是鬼仔咧警告我。就是这个啊，当年啊，我甲担当的老爸陈金良。还有你们爸三个人最后把这封印的丽萍啊，丽萍啊，天天公公站在这里了。我李当的，我十七岁就把我们爸赶出去了，我只是想袂到，伊反复要交代人是我。照你讲，伊要交代人，应该是我的小弟国庆啊才对。虽然讲啊，你甲国庆拢是恁爸的后事，也毋过啊，国庆姓林，你姓朱，哦，搁再讲啊，那是牵连着风水。发出的问题，啊，到底是你较慢，还是国庆较慢啊？虽然讲啊，林东宇，恁爸心肝也太坏，将你赶出去。也不过，照今麦安尼看起来啊，恁爸是将你当作一团人在看待啊。原来阮爸爸，伊一直有把我藏在伊的心肝内。我的乌切总算是出现了，这个乌切啊，不管什么绝症、遗留病体，拢不要紧嘛。啊，若有人想要把我冻掉，才死啊！好，自己平台底下。